Hello，时尚芭莎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那就八九分吧，开心就好。其实就是在就是个人的护理清洁上面比较重要吧。对，最近最开心的事就是已经在开始筹备到去做歌的状态了。有意识的防晒呢，就是化妆老师会提醒，对，那个时候才开始注意到用防晒。啊，就是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去涂抹不同的防晒霜，对，然后要随身携带我们的小金喷雾，就是很方便，很照顾大家的不同肤质，对，不同场合的防晒要求。最喜欢的就是小金瓶吧，就是。因为它在就是，比如说平时跑户外的通告或者拍戏的时候，都是比较有用的。对，好，就是一般好用的产品都是，对，都要自己单独享用的。没有，就是肯定会跟大家就是安利，或者就是给他们，比如说发个链接什么的，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对，啊，不可以，谢谢。没有，因为公开了就不叫了，对不对？